干嘛睡了？睡了。宝贝，我怕睡了。葫芦打得响着呢。睡着。啊。那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这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估计这事儿啊，反正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说，这样可不行啊。你这俩老太太老掐，咱俩受得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？我妈那儿我负责。你也说说。 哎呀，你还有什么呀你？你看你鬼了，你让不让人睡觉？你干嘛看着我呀？你长得多漂亮，我还看着你。再说说，你不看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呢？那倒是，睡着觉，一睁眼就看见你，简直是做噩梦。哼，你现在才做噩梦啊！我自从跟你在一起，那是天天做噩梦，每个小时都在做噩梦。 这就是咱们家这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强人，哎，强人，哎，妈，有事儿啊？关着门在屋里干什么呢？还上不上班了？啊，上，今儿可以去晚点。这都几点了，还磨磨蹭蹭的。 有什么事儿，不能等晚上下班回来再说呀，真不懂事儿。他说谁不懂事儿啊？说我呢？我不懂事儿。哎，我得走了啊！我去趟人才市场，看看今天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没有。我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怕我妈起疑心。给我点钱吧。 那人才市场进门票就是50块钱，来回得打车呀，我还得吃点饭什么的，我兜里也得有点钱，再给点。嗯，再给你20啊。行行。啊，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得去早市，早市那售摊的时候菜价便宜。啊，那走吧。 妈，哎，我们走了啊！妈，我们走了啊！妈，我去早市了啊！ 行了行了，你高兴点，我就这么着吧，啊，我就不客气，哈哈。
妈，这不是爸爸的吉他吗？这是老高的吧？看见了吧？老高啊，是无处不在，他就像那蚊子和苍蝇，不管我喷杀虫剂、点电蚊香，他总是突然一下就冒出来了。我看到这把吉他呀，就想起老高当年追你那会儿的事儿了。是啊，总是抱着他在楼下唱酸歌来着，扰得四邻不安的。哎，你记不记得，有一次，好像还被谁泼了一头的水。哎，我告诉你是谁泼的，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你知道啊？红杏他老爸泼的，啊，真的啊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啊，我就像被大卡车碾了似的，浑身疼的不行了。怎么搞？你干什么去了？跟人较劲儿呗。你较什么劲儿啊？你这个人啊，就太好强了，什么都要争。哎，现在什么年代了呀？弱肉强食，你要不争的话，你得得到吗？哎呀，哎，这盛楠怎么还不来啊？累死我了！这早市上的人真多，我都快挤成面片儿了。哎，你买什么了呀？真的挺难闻的，臭死了。臭什么臭啊？海鲜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啊就去早市上去买海鲜，可便宜了。哎呦，就是个儿小点儿。哎，这不是老高的吉他吗？哟，你也认识啊？当然了，你结婚那天，他不弹来着吗？你忘了？是吗？哎呦，那天太乱了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哎呀，你们赶紧给我出出主意吧，怎么处理这吉他？砸了呗。哎，还是还给老高吧。哎，让他来赎。哎呦，您这主意啊，跟您拿着臭鱼烂虾一个味儿。那我成什么了？我不成绑架了？哎，反正这都已经是废物了，咱们得废物利用啊。哎，婉梅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？想好了吗？我有什么打算啊？怎么打算，都得好好活着，不是吗？我想啊，请个人把我那套房子重新装修一下，再把网店给开起来，以后它就是生活的经济来源了，得好好经营。我打算卖童装。童装？童装好，现在童装可贵了。前两天我带月月去商场，一看童装那价钱，吓死我了。快赶上那寿衣的价。对不起。张嘴。现在呀，还有一个当务之急的事儿，那就是列车。嗨，我当恋爱呢。你今儿怎么了你？踩刹车，打火，松手刹。不对，应该是踩刹车，打火，挂挡。刹。
你快帮帮他去啊！你去呀，快点儿！哎呀，去吧！哎，怎么开车的？你会不会开车啊？路在那儿呢，这往人身上开啊？对不起啊，我练车呢。练车？这能练车啊？啊，你没看见小区里老的少的多少人啊？给你撞上一两个，你赔得起吗？你心里过得去吗？是。这么大人了还不懂事儿？操心你那一大家子吧啊！收录了很多经典的老歌，那我希望通过我的歌声能够给大家带回到过去美好的时光，把很多美好的记忆带回给大家。那这是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哎呦，我都快憋出内伤来了。哎，叫我这脾气，有理说理，没理比嗓门啊。我跟流氓打过架，我怕谁？可是现在不行啊，我爸妈要跟我婆婆住在一块儿。
我就是不顾别人，我也得顾我爸妈吧，我不能让他们为我为难呢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有什么要叹气的呀？挺好什么呀？哎，我爸妈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老两口平时爱吵个架，拌个嘴，说说笑话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才叫过日子呀。现在倒好，我爸呀一句话都不敢说了。那为什么呀？哈，这一张嘴就有人挑刺儿呗。你婆婆啊？可不是嘛。我爸妈要做饭，他说咸；我爸妈要洗碗嘛，他说脏。嘿，我爸妈什么都不敢干了，他又说我们全家都在使唤他，一天到晚是摔摔打打的。他那意思就是说我在干活呢，你们一个个干嘛都坐在那儿啊？可是你说谁让他干了呀？洗个衣服吧，他不用洗衣机，非说要手洗，说手洗洗得干净。行，那您洗啊。哎呦，你都不知道那把洗手间弄的是大大小小的盆摆了一地呀、啊、人都进不去了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洗完衣服，咱消停的看会儿电视。他说新闻无聊，晚会浮躁，电视剧肤浅。行，我们都不看了，看你喜欢看的纪录片。他又说纪录片是假的，那你说假的就别看了。不行，非得看。你都不知道这一晚上折腾的我们全家看不成个电视。你这牢骚还真多呀。我牢骚多？哼，你是没跟婆婆住在一块儿，你不知道。哎呦，这日子啊真是熬人，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解放。我现在一回到家呀，我这心脏就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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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得可厉害了，我怕说错话办错事儿啊，我不能让我爸妈为我担心不是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。哎呀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吧。别求老天爷了，求我吧。求你？哎呀，你又没跟婆婆住在一块儿，你哪懂这些呀？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保证管用。什么办法？顺其自然。我说你把这方向盘握稳了，别两边摆，这不是有线吗？你看那线走，你就方向盘打直，方向盘打直，不，打直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不，你干嘛呀？你少说两句不行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很烦的？你嫌我烦呀？你动作做标准呀，我就不说了。我有功夫还不如喝咖啡去呢，你说我在这儿跟你费那么多口水干嘛呀？行，你贡献大，行了吧？哎，不对呀，好像是你自己上我的车吧？我也没请你来呀。哎，我说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呀？哎，我刚才上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哦，这会儿车可以开了，你就开始跟我较劲儿了。我跟你较劲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较劲了吗？是你自己想来教我，我请你教我了吗？你自觉自愿上来，你怎么着还让我把你供起来呀？我告诉你，廖红杏，你要想当菩萨吃供养，你回家去，有人把你当宝贝。我这儿众生平等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平等吗？嘿，不就是没办法去打那小妖精吗？就把气撒在我身上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莫名其妙吧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是是非不分，简直就一浆糊。你干嘛不说话呀？你别以为你不吵架你就高尚完美冰清玉洁了。我说你这回又找谁去吵呀？啊，行了吧你，别永远一副受欺负者的样子了，行不行呀？廖红杏，我从来没有装作冰清玉洁的样子，我也从来没有装作是个受害者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情。我怎么不了解了？你不就嫌你老公爱勾搭人吗？很不巧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所以就变成你最恨的人了，是不是？
我最恨我自己，你明白吗？啊！我老公都跟别的女人睡在一起了，我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。他勾搭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就罢了，他居然勾搭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一点儿都没发现。他只会甜言蜜语，不思进取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只有我蒙在鼓里。我恨我自己傻，我麻木，我愚钝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一盆浆糊，我被男人骗得稀里糊涂，我还被我自己骗得昏天黑地。话梅，是我自己失败，我老公跟别的女人跑了，是我没本事留住他的心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。我不如你，你多好啊，在家有老公宠着，在外面我们这帮朋友都让着你，对吧？你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不高兴了你还能拿我这个朋友骂两句出出气，满足你的成就感，你满意了吧？留在这儿，让你也尝一尝被抛弃的滋味。哎呀，你别卖关子了，你快给我支招啊！我这就是支招啊，我说了呀，顺其自然。哈，这不跟没说一样吗？这样吧，你想一想啊，强人他妈妈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住到你们家来啊？那还能为什么？还不是怕我们抢占他的房子？嘿，他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小心眼儿呗。哎呀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吗？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啊？这样吧，比如说啊，你们家月月呢是个男孩。哎呦，我们家月月本来就是女孩。哎，我这不就说比如嘛，就比如说呢，月月是个男孩，然后他娶了老婆，你很疼他吧？你一定希望他幸福。哎呦，我看未必。你别较劲啊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，你希望你儿子幸福，所以呢把这一辈子挣的钱都拿出来给你儿子买了房子，让他们一家三口住，这时候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？哎呀，自己的孩子还要什么回报啊？只要是他不是老婆奴，不是白眼狼就行了呗。可是如果他岳父岳母来住两年呢？凭什么呀？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有理了是吗？我可没这么说啊，我就是说呢，你肯定也不愿意你儿子的岳父岳母来住吧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谁说我不愿意啊？住啊，随便住。然后呢，你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，还有那老两口呢，他们呢就其乐融融的住在一起了。哎，就你守着一个空屋子。哎呀，我才不会那么想呢，你当我是谁呀？你儿子呢，一口一个妈的叫着岳母，还天天吃着岳母的手艺。
哎呀，别说这女婿啊是半个儿子了，我看连剩下那半个恐怕也得过去了。修车的时候都这么看的，爸。回来了。今天你怎么做饭了？哎，玩的好吗？还好吧，就是挺无聊的。哎呦。我们家丫头也开始觉得人无聊了，他们整天就知道聊武侠小说，还动不动就是超女快男的，太幼稚了。哎，那你觉得什么才不无聊啊？啊？嗯，当医生啊，爸，以后我考医得了。当医生有什么好的呀？医生多帅呀，听说那个蒋成英就是个医生。嗯。哎，爸。听说他有一个女儿，你说我们算不算是姐妹呀？瞎说什么呀！行行，快洗手去，马上开饭了啊！嗯。你最喜欢的蛋挞，小心别弄身上啊！谢谢老爸。臭儿子，长个了，也接触多了。想不想爸爸？问你话呢。我答应过妈妈不想你的。你妈最近好吗？挺折腾的。折腾？折腾什么？她现在呀，每天收拾家务，说要把你彻底的清扫出去。那天大扫除的时候，还翻出你那把老吉他呢。你们救援车还有多久到呀？两个小时。行行行行行，麻烦你们快点好吗？谢了。还有俩小时呢。啊。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呢。对不起啊。什么？刚才说话有点过分。
其实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一盆酱。你别这么说，真的。你说我放弃事业，全心全意经营我的婚姻，我把婚姻当作事业来做，结果怎么样？我婚姻失败了，一败涂地，一无所有。你别这么想。我跟你说吧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我们这几个当中最能干、最漂亮、最贤惠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姓高的烂木头下岗了，后边将有一片树林等着你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你放心了，有我们这帮朋友支持你，我们会从后边把你推着往前走。哎，我向你保证啊，你以后要再装花坛了，我也不会给你发脾气了。真的，我真不会给你发脾气了。谢谢你，星儿。行，道歉我接受了。德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再疑心你的姐妹了。记住，男人是衣服，姐妹是手足。这衣服可以换，手足可不能断。那帮男人口蜜腹剑的，不像咱姐妹实实在在的感情。所以你要记住了，咱们永远是好姐妹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会站在旁边支持你。记着了。你看你哭多难看呀。短信啊！我天哪！怎么了？为了你，我耽误大事儿了。真的？假的。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妈，摸清楚他心里想的，顺着就是了。人老了怕孤单，别让他觉得你是外人。怎么又洗衣服了？来来来，放我来洗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们不会洗啊，不会洗。他要树立在家里的权威，你就让他树，归根结底还不是你做主。哎，妈，这不会洗可以学呀。哎，以前没有洗衣机呀，我净帮我爸妈用手洗。哎，你别动，这个你洗不了。您肩周不好，您洗这么大的床单不行。哎，来，我给您擦擦手啊。老人嘛，图的不过就是心里舒服，你把他方方面面关照到了，他才不会给你费体力呢。哎，妈，您看我这么洗行吗？啊，我洗完这边洗这边。行行行，妈，您别坐在这儿了，您赶紧回屋歇着。那，你把这床单洗了，其他的我来洗啊。哎呀，您就放心吧，您都交给我。哎，妈，哎，我这人平时嘴上没把门的，您可别介意啊。哎呀，您在咱们家呀，那是劳苦功高，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。我这做小辈的在这给你备不是了啊。哎，您快歇着歇着歇着啊。哎，慢走慢走。哎，好，慢慢慢。 Yes。 怎么样，师傅？第二道出现点问题，现在修好了。
哦，那开回去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啊，平时注意点保养就可以了。啊，哎，好嘞。喂，谢谢。你要是不敢来了，你就直说啊。谁说我不敢来啊？我告诉你，我20分钟就到。谁啊？死对头，我可不能让他小看我。哦。哎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开我开。哦。我来了，走。